你们怎么在营业？你们怎么在营业？没有，没今天没有没。没有。看一下，看。好。那你们怎么开店了？我们卖小吃而已。啊？我们都是外送的。不是外送啊，你们这店本来就不能开呢。你们的那个登记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卖。营业登记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可以卖吃的。啊，银灯看一下吧。可以卖吃的。可是你们有试听歌唱呢。你看我们5月8号已经都全部都带走了。什么东西都带走了？5月8号的时候。对啊，可是你们这个还是有啊。你看这个酒家业、酒吧业、夜店跟那个这几个行业，其实现在是不能开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个你们店内了哈，营业登记是含酒家业跟试听歌唱业了哈，等是不符防疫规定的行业项目了哈。啊，现场有7个人，然后他们共桌，但是没有隔板和梅花座，然后也不符合防疫规定。那我们就填写临检表跟录影，那到时候再移请主管机关，主管机关去做裁定。试听歌唱的也没去完全变更。警察先生说，我那个营业灯里面有没有？你要变更那个才能卖吃的。有没有？他是不是更叫你们不要营业，你们还营业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个有疑虑的东西，你还是不要先自己拍。对啊，之前申请试听歌唱酒，然后趁早吧，收到就是要营业额了。搜索同仁于巡逻时，发现有特种茶室违规副业的情况，经现场盘查，发现店家虽已将唱歌设备移除，声称是朋友之间的聚餐，但依现行规定，仍然不可以有营业状况。现场立即制作记录表后，移请相关单位裁处。